jungle. Audio Jungle. 俄罗斯各战略导弹部队组成的团队，在伪装下的化妆专业技能比赛中，他们将参加射击、越野等各种专业项目的比赛。参赛者需要在复杂任务中表现出他们的技能和能力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的参赛女兵在脸上涂上国旗色彩，整装待发的女兵，他们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高颜值、军事技能突出的。虽然戴上面罩，但也遮挡不住他们的美丽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的参赛女兵个个都英姿飒爽。防化技能比赛中，女兵从随身携带的包内取出防化服，长期的训练让他们很快的完成了比赛项目。障碍比赛是必不可少的，它考验住女兵们的军事素质。在俄罗斯军队，滑雪橇不算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对参赛女兵的表情很轻松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对女兵在进行无线电报技术的竞赛，烹饪比赛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用最少的用料做出美味的食物。参赛女兵必须展示自己的才能，并烹制至少三种低卡路里的菜肴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对女兵在障碍比赛中，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女兵在手榴弹的投掷比赛中，射击是军队比赛必备项目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女兵认真的瞄准，他们需要完成拆装武器后再进行射击。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女兵的军事技能十分过硬，个个都是花木兰，伪装下的化妆专业技能。比赛中，俄罗斯战略导弹队女兵团队获得